女生节跟女生送一些什么礼物？什么？我送你离开。这个，如果你喜欢的女生不理你，你会怎么样让她看见你？老干部，您说，你要再重复一遍问题吗？我师哥帮我回答，走过去。不是，你会怎么做让她理你？走过去让她理你是吗？我会怎么做让她理我？对，打她一顿。假如白敬亭一夜醒来发现身边摆满了蘑菇要怎么办？我赶紧拿着去早市卖。对于很多粉丝说我的 idol 是个傻子，白敬亭想说，既然你觉得我都是个傻子还拿我当 idol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先反思一下自己这个是不是。粉丝说你立刻发微博向他应该不想说来了总比没来好了。我想删，我也不知道那一百个人是谁。再说我花钱买的粉丝，是不是凭什么删？我花钱买的，凭什么删？我花钱买的，凭什么删？一个粉丝跟你说他晚上做梦梦到了一个小孩。希望你没干什么过分的事吧。希望你跟你说的裙子长度。就无所谓，反正你要穿的短，我就给你拽着；穿的短，我就给你拽着，如果有女生上来跟我讲睡衣，你会怎么回答？都是假把式，谁敢？查吧，查都行。哎呀，这是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我都喜欢。是，不是？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些，就是两个非得选一个，我凭什么？我都愿意喝，我又不是买不起。小狼狗还有盐系，就从字面上，你觉得你属于哪种类别？腿系。所以你的撩妹带法就是？我会撩妹，我不会撩妹，撩个水还行，撩妹就行。生活中一些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离不开头发，不能没有头发，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头发。那如果不洗头，你觉得会是因为什么？我长时间没有给大儿。一去哪儿可以偶遇到你？我去梦里吧，去梦里试试看。如果给自己取一个笔名，笔名马克。这什么地方？就是鞋，就是鞋，你说妈秋裤露着，最时髦就是秋裤。哎，这是不是你钱掉了？多涂点防晒吧。说一个你自己看过特别好笑的一个段子。好像有一个段子是写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游泳的生物是什么吗？什么？好像是媳妇儿和婆婆。那你能形容一下你和你的白哥之间是什么关系吗？凑合过吧，还能理解。那你能不能教一些佩戴发带的方法？就是打开，戴在头上。微博，我愿意装满就装满。我自己的微博，我想抢就抢。我觉得还好吧，就能吃饿不死，就能吃饿不死。小朋友，你是否也很多我好？朋友，我想喝青柠可乐。我遇见了井柏然，冲他要房子，但是不信。我遇见了井柏然，冲他要房子，但是不信。发自内心的祝福。A few moments later， 少吃点。最近就对，其实就是一直都很感兴趣的，就对钱感兴趣。女友粉、妈粉、女儿粉、儿媳粉，请判断哪个群体的人数最多。这几个群体应该都是同一群人吧？对呀、啊，他们就自己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球啊，没有篮球怎么打篮球？其他东西不都白准备了？在参加这些真人秀的过程当中，讲实话哈，有没有想要过退出的这种想法？没有，合同都签了，怎么能退呢？你想想我们去玩的那些项目，别人都要花钱去玩，我们不用花钱，我有什么可抱怨的？会生猪宝宝，羊会生羊宝宝，鸡生蛋，鸭子会怎么叫？嘎嘎。那机会是要靠自己把握。一只老虎走啊走，走到了英国，它变成了什么？泰国。一只蚂蚁迷路了，问另外一群比较有经验的蚂蚁。你都如何回忆？带着笑或者是什么？你俩经常小心机打架，他有的时候会打你吗？而且又站起来
所以经常是不是经常被打？对，我好像就是你在每部戏里面都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反正就是男女都混合打，经常被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不反思你吗？那不，我觉得我挺快乐。那你跟马克中亚不怼的话，谁会赢？应该是我吧。对，我觉得娱乐圈没有几个能怼过我。李博还是一个吧。他现在别提了，你很膨胀啊！哎，你看，就现在他都不敢在北京这一片游荡，都已经去上海了，最近，哎，就是为了躲我。我觉得我做不到了，我就长成这样，长成这样，我还能怎么办呢？啊！我好久没这么近了。哦、你们俩干嘛呢？这什么节目？拖自己了好不好？我还见过他的内裤。嗯，你还好吗？我很好。你瘦了很多。对，因为你瘦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说你胖了。确实胖了呀。你们刚才见面了？对啊，我们在后台嘛。那你刚才有见到他们俩吗？刚才没有，但是最近有见，在视频上见。视频，我俩打了。就是、我打给他。但我俩就是这么面对面的，上次见还是将近3年前了。对啊。但怎么感觉好，就是一直在我身边。干嘛我回避我的眼神？因为你为什么瘦了就变油腻了？你为什么变油腻了？我和王嘉尔，你自己选，我听你的。何哥，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拿了一个世界杯了，我觉得你别让，可以拿两个没关系。OK， 我们三个今天怎么选？最后选的都是何老师，我相信嘉尔。OK， 那我和何老师经纪人。除了何老师就是你了。哇哇哇！哎，完了，我把景博人。没关系，不重要，回头再说吧。这个室友跟他一起住了好长时间了。白同学，你没有跟我介绍过，但是我见过，我还见过他的内裤。最好的朋友就是除了这个圈子之外都是我小学的同学。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就是我可是拿了世界杯的人。刚说了、哦、对了、这个、对，我和你的室友好了、哦、客气了，因为我在这儿，对不对？我和你的室友的那个内裤。没必要和一个内裤比吗？不光彩，不光彩，太拼了。你们两个小白跟嘉尔，你们是因为什么成为的朋友？开始见面的时候也没那么多话来用。我很多话的，就他没太多话。对，就发现他精神有点问题，是吧？对，嘻哈音乐就非常的有研究，然后 hiphop 随时随地只要我们休息的时候拿着音箱在那儿，然后听的歌也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听的，然后慢慢就去靠近接近他，是那方面的天赋是很高的，很低的，很低的。但我非常喜欢，我非常热爱。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才华。然后我很清楚他对音乐有多么的热爱，就是他跟我谈到这些的，我能看到他眼睛里那种热爱。我很坚信他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非常好。萧敬腾，哦，老萧哥也很厉害。我们三个还一起打过，在录节目的期间，就跟路人去打。结果嘞，完全被打败，只有老萧进球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也进了一个，进了一个。我一个都没进，我很努力，但是，对，就是我们你不允许他在篮球上面忽视你，对不对？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一个。哇，好帅！你以为我不会这个？来，王嘉尔。不播。哎，你以为我不会这个？只能播这段了。No。计时开始，一、二，哎，快，太少了，三、四、来，五、三，好，小白五个了，五，可以了，好，下一个，王嘉尔五臂啊。都学会了。好，最后一个来，这个就不能用那个了，肯定不行。哇、哦、
生气了，就是我自己挺享受那个，就是塑造每个角色的状态，包括那个《天盛长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第一次拍古装，我压力特别大。那个小说里面形容那个角色就是特别绝世美男，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我就长成这样，长成这样，我还能怎么办呢？啊！但适度的情绪，适度的情绪。但古装扮相就一定要那种就有轮廓感，会很好看。然后那时候就剪，我就要剪到说看到那个下颌线，对，那种感觉要是这轮廓，但有点不健康。那时候是控制在我最低的时候108斤，我都有110，但那个上镜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因为疫情之前我也长了挺多肉的，然后最近你胖了，胖了。但最近在恢复的，我觉得还不错。啊，我就帮小白拿西装好不好？我好久没这么近了。你们俩干嘛呢？在什么节目？脱自己的好不好？先是，你别你的手看着我好不好？哎，胸是这里。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趁机随便的。不趁机啊？你要不要做一下俯卧撑？不用，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啊，我很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信。你刚才非常的自信。我很放松、啊。最高的位置啊，最高的位置。你卡到这个，又进到尺子扯不过来。哇，怎么这么大？看这边这是试尺，看这边，105。哦，真的？哎，没有，太紧了，刚才太紧了，106，不是你为什么？我1.75米，好干，哎，别这样子。哎，这个节目怎么？这个节目怎么回事？也没有过这样，就是你们自己把它玩的特别奇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盯一下，这样盯一下，盯一下，我盯一下，挡一下我的脸，哥，挡一下我的脸，挡一下你的脸，来，挡一下我的脸。给他身体都在抖，王家摆出那种上厕所的感觉。马上就哭出来了，眼泪我都看见了。啊，可以，可以，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好，来，你表情放松，舒服一点。100，好，100，谢谢。你要累死我了，你要累死我了。哇，还68，哇塞。60，我还可以更爽。哎，这好好量一下，还可以更细是吧？哇，来，真的不是开玩笑哦。59啊！哇，怎么可以这么细？卡到肉里面去了。好，下面来王嘉尔。不行，这个在里面，这个吃亏啊。没事，你绑紧一点。绑到血不通为止，停止那个血液循环。等会儿，这暂时不要呼吸了。对，找到那个最细的地方。努力啊！啊，来，你这走，63，你怎么会比他腰粗啊？你63，你好意思当艺人吗？59，哇，106，100。不是，你可以紧一点。我帮你再试一次。对不起，我帮你再试一次。我发现嘉尔是，其实他这，其实确实是63，大家。哎，他怎么做到59的？刚才那一下。不是，这个是有弹性的，你再拉近一点就可以是吗？对，紧一点就可以。OK， 好。可能是因为之前上过一个热搜，就是那个他们觉得我里面穿了球裤，又穿了破洞裤，然后就问我说你穿没穿这个那个秋裤在里面，肉色的秋裤，但那是我的肉，我很莫名其妙啊，不是秋裤，你是秋裤，我非常像一条秋裤。
而且我见过那条裤子，我为他作证，那真的是他本人的腿。但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就非常像一条肉色的秋裤，穿在一个破洞牛仔裤里面。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别人就觉得我好像有问题，为什么要穿破洞牛仔裤，里面还要穿秋裤？气质吧。你觉得粉丝们喜欢你哪个点？就喜欢这种穿秋裤的点。因为很多人是你的手控、泪痣控、眼镜控，还有人说你是斯曼男。为什么说的这么可恨呢？斯曼男 ，Let's go！ 来吧，斯曼。这个气氛非常的诡异。要演那种坏坏的感觉，一定要从下往上看。OK， 对。你今天喝每一天了？如果打篮球的时候，你的女友夸别的人篮球打得好，你会怎么做？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女朋友说：“哇，井柏然打球打得好棒啊！”你会怎么做？我首先想象不到他打球很棒的样子。萧敬腾打球打得很棒，我觉得没有人比。易建联。就忍着吧，这还能说什么？我说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如果你打篮球，然后突然之间女朋友说：“魏大勋哥打篮球真帅，超棒，哇！”可以分手了，我觉得。我哥说了可以分手，那我就这么做了。我同意了，有点太过分了。包括玩网游，我爸跟我一块玩，就上初中小学的时候。你妈妈是支持还是？我妈当然不支持了，但管不住，因为管一个已经很难了，结果两个人都在玩。那个时候就我们家只有两个屋子，一个是我父母的房间，一个是我的房间，电脑在我的房间。我经常夜里可能十一二点我睁开眼，发现我爸坐在我的电脑桌上打游戏，在打枪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放学早，我就去跑去同学家去打游戏玩网游，登录账号，我爸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他也在线，他看见我登录了，然后就特别尴尬，本身是偷偷想去打游戏，没想到他也在玩，然后就看到了。后来他有跟你妈说这事吗？说他根本不是去同学家学习。没有，他不太介意我打游戏，他会带着我去。不是不介意，因为他也有把柄在你手上。有一次我们家就那个时候还是拨号的网嘛，然后我家断网了，他带着我去我二大爷他们家打，把我哥哥赶走了，我俩在那玩，玩完之后再回家。你觉得我不会拖是不是？干活就要有干活的样。我看上他那件衣服很久了，是不是有点冷？要不要披一下？有点冷呢，这好，你看，你披件儿的，哎呀，哎呀，你别说，这香奈儿是挺香、啊。小白其实也是采访界的泥石流。接下来，你们要用一个好来做个这个回答的开头，但是结尾呢是要不能让对方太开心啊，就你们俩轮流问，好不好？小白先问，对，你问吧，把你房子送我吧。好，谢谢，谢谢，结束了。你把王嘉尔从微信里拉黑好不好？哎，对，停一下，这关我什么事？那我要说了，请问你跟萧敬腾的互动关我什么事呢？这表示你很重要。对呀、啊，你很重要。好。现在就拉黑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家还没有换灯，整体会看上去有点昏暗的感觉。因为他跟我说他，需要在这种环境里面，对他睡眠非常的好，所以他喜欢在这种比较幽暗的环境里面。然后第二次去，他就把灯换了，他说我也看不见，就是太暗了，太暗，在家还要用手机拿那个闪光灯照着去休闲。小白，你的房子会按他的风格去弄吗？我自己在怀柔我买了一个房子，就是跟他是同一个设计师，但风格完全不一样。我更喜欢更亮堂一点，就起码要看得到前面是什么。没有那么暗，他家没有那种大
吊灯，它全是用淡淡的灯带或者是点状灯或者是一些台灯落地的灯来做一些光源的一些补充，再加上它用的墙跟那个家具的颜色都是一些雾霾色，就它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眼光。我也是去了他家之后才打开。现在别着吧了，你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才打开了我喜欢这种装修的。但是你可喜欢那种家，你怎么会把自己家装修得很亮堂呢？那天也没戴眼镜，我实在是看不见。又没戴眼镜又很暗，那你到底去了以后你看见啥？看见啥？对，小白，你有在第一梯队看到自己用过的杯子吗？我不太记得，因为太黑了。太黑了。你们两个其实这种争夺呢，这个井柏然一直觉得自己略胜一筹，就是因为小白呢，就是嘴上虽然不服输，但是很不争气的在社交平台上经常公开的跟井柏然要东西。我们也做了一番总结，来，各位请看。今日以表白啊，用了一个白的表，然后好，表黑的也行，我都不嫌弃。今晚又发了一个伦敦的照片，不用买太贵的礼物，不用，真的。然后呢，金宝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你呢？你知道地址的，我去拿也行。金博然说去吧，老地方拿。那你是跟他开玩笑，还是真的你喜欢他的单品？就是虽然他嘴上说着自己是贵公子，我心里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你又不得不认同他的品味真的很好。就东西好人一般，是这意思。人没有。再一个就是我俩一般高，然后身材也差不多，所以他穿的衣服我都能穿。我一想这衣服我也喜欢，你穿过了你就不如就送给我吧。这么没包袱吗？没有包袱。就你不怕被人扒同款吗？没关系啊，我好看就行。自己被咬牙买的。你不会真的在上面咬了牙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么多年没见过白敬亭这么欣喜的表情，你看，这是我赢了吧？他总说自己是贵公子，你还说你自己是王子，重在分享嘛。其实是我赞美他的一种方式。哇！哎，你帮他戴上吧，我觉得。叫停，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哎，拦一下，怎么回事？王嘉尔，叫停，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愤然离场。哎，算了算了，冷静啊，冷静啊，冷静啊，你放开，冷静，冷静，冷静。这就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关键是我非常生气的是，你这个颜色跟我今天戴非常的配。哎，这个好看的。我没有觉得今天穿的像小猪佩奇。他用了最贵的那个包装，送了一个小猪佩奇的表。我总结一下，今天我真的觉得我还是没有逃过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一类人——大勋。我以为他是经典版是小猪佩奇，所以我就觉得哇，因为你知道很多那种经典的都是卡通。你哥努力了这么多年，就为了代言一个小猪佩奇的表？不是，我以为啊，主要是气质，那个气质是很吻合的。我想到了会是就大概这个方式，但我看到这个盒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善良的。对，我没有想到他这么费尽周折，整体外面都已经都做到这一步了。哎哎。哎，遮住脸，遮住脸，对对对，脸不值钱，脸不值钱，那个表在这儿呢，脸不值钱，那个表在这儿呢，算了算了，快拉住了，别，来一次留点好印象给彼此。哇哇哦 ，3, 2, 1，哇。啊！啊！好，来到小白了，小白加油！很蝙蝠的，没事，不行我们就把你的剪在他前面。不行，我们单独拍一个反应，单独拍一个反应。没事没事，来，有了来，三，二，一。哇，这个很贵，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也不错。啊，就带东西带家伙来的，哇！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第二组，下面小白，你要不要先来？先来。哦。哦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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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唱歌。这局我觉得我输了，这局你输了，这局我觉得你这个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好，来来，我们看景宝如何发挥，来准备。你赢了，你赢了。哎，这个我也会。怎么咽不下去是吧？有红包哟。这得给多少钱呀？他才能让我说出这种话？这个非常的甜，请注意。我叫不加糖，你看了我一眼，我就仿佛栽进了棉花糖。你怼了我一句，我就想送你一块润喉糖。你夸我的时候，我仿佛吃了一根棒棒糖，你就是我白开水般的日子里偷偷加进的一块糖。有点硬，那我觉得这个写的就，你要现场发挥吗？我觉得差点意思，我觉得就根本就。我觉得现在你在我心里面，偶尔是贵公子。但有了他，你每一天都是贵公子。哦，出入的彩虹地。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整体前面那一段，他有点不太服气的感觉。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然后有那么一些不太真诚。对，我也觉得。我已经有了我的答案。就我还是没想到，就是他还是大方。发了两个是吗？对，两个。第一个是发给那个就是念的那个。但是你有多少钱？为什么要分开呢？你讲了两次导演吗？还不如第一次。他有，井底之蛙还不如第一次。你有两个，他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照着念的拿了30块钱，第二个井底之蛙拿了20块钱。那你还不错，我有10块钱。但等一下啊，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我知道第二个是转账是吧？没看到是什么？写的什么？10块钱，这是我留给你最后的尊重。你为什么穿着小白的衣服呢？因为我觉得要吃一些有烟火气的食物，就要穿一些有烟火气的衣服，这是我进餐时候的一个仪式感。他这么诋毁我，还得给他做吃的。对不起。